家好，欢迎回到瘦高男女 Talkative 频道，要来录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旅游 Vlog 了。今年圣诞节来到了这个 Kangaroo Valley 的一个小山村里面，这一次就是想说走一个比较轻松的行程，不要去赶景点，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这个在森林里面的三天两夜的小木屋，但是这个风景超美了，但是我刚刚消灭了一只大蜘蛛，就是没办法，在森林里面一定是会有各种这种昆虫的东西。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room tour， 来看看我们这一次住的小木屋吧。先环顾一下四周，这是超级无敌原始的小木屋，就是要你来体验，没有信号，没有 WiFi， 没有电子设备。你知道这个在台湾很像什么吗？很像什么？很像晚上会有人犯罪，就是 有人在里面。有看到贾静雯躲的那个小铁皮屋？有点像，比较长这样子吗？而且在这种深山老林里，瞬间不想住了。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外面的这个设备有什么。你在这里真的完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声音，还有小桥流水的声音。而且、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是 Kangaroo Valley 嘛，那 Kangaroo Valley 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它有很多 wombat，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大早起来看到野生的 wombat。然后呢，我下来这边，哇，这个就是我订这个小屋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在它的前面烤火，然后你可以晚上有没有在这边点个蜡烛，烤个火，然后喝杯小酒，然后看一看星空，真的超好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自己带、有蜘蛛？哪里？没有，我乱讲。我靠！那、你不是烤烤小火很舒服吗？走，回去主持，回去主持。这是我送观众的一小片段。笑死我，因为我刚打完，真的很恐怖，打完了没心情了。而且它这个小木屋，虽然说它很原始，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周围都有很精心的布置，包括像这种木头啊、干嘛呢、花呀、灯啊，这是不天然的、这里是那个房东他自己做的 display 啊。然后再往下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小溪，然后小溪的岩石上有一张木凳，不知道是用来干嘛，是给网红打卡拍照用的吗？可能是吧。这个小木屋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卖点，是我最喜欢最期待的丛林里的澡堂，当当当当，非常的原始哦。因为这一个地方，它就是周围完全没有其他住户跟你都没有，所以是完全有自己隐私性，你就可以在这边裸奔洗澡，感受大自然。洗澡也不需要裸奔的，好不好？那我可以裸奔洗澡吗？可以。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就是他们会夜间泡澡，一边看着星星，一边这边泡澡，是不是超赞？那可以看着猴子。可以。哎，然后这个是他的小型厨房，这很像在户外的，很像在营地一样，就是非常的原始。然后如果你不想泡澡也没关系，他这边有那个淋浴间，花洒淋浴间也是很原始，在外面好不好？在丛林里面洗澡的感觉。我发现好像很多就是这种小木屋，他们都是非常走这个原始生态，就是秉持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的。那个马桶也是这个天然马桶，就是没有办法冲水，粪便都是直接掉下去，然后被里面的那个生物分解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室内，没有蜘蛛啊！你不要吓我，快进来！整天吓我，跟你说晚上蜘蛛就跑到你头上，跑到我头上不也就跑到你头上了？那它里面的话其实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的温馨。然后它整个设计风格就是非常的 natural， 因为它的地板也是用木地板，然后。房子的话，我们家也木地板呢，那不是很 natural 吗？大自然里面的木地板是一样的，okay？ 就是夏天来会有点热啊，因为它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像它这边该有的设备都有，非常适合来这边住个三天两夜啊，煮饭吃到做早餐都没有问题。烤箱、微波炉，然后杯子、做餐具都非常齐全。这个是我阿妈的床柜。人家这个叫做古董啊，我阿妈衣柜也是古董啊，就是走复古风，你懂吗？所以我说我阿妈的衣柜有什么不一样？没有问题，非常好，称赞，very good。OK， 这个是，这是他们的化妆柜了，就是很有年代感。然后上面 Yankee 的是，我就感觉，你有看到吗？有看到 Yankee 哦。我打开这个柜桶的时候，我都很心惊胆战，因为我不知道里面会跑出就是莫名的。你再打开一个，会有蜘蛛跳出来。然后我们有自己带我们的烤肉，还有火锅，还有啤酒。请把我 Corona 拿一罐过来。Okay。 打开。你是不是没带开瓶器？我那么臭，没有可以带、那你开。我要用手开。你要开给我。给你。你不开给我，我怎么喝？等一下，我先要喝。我要先介绍。介绍你先让我喝一口。最让我有成就感。不然我举不起这个。能不能看一下这里？好好。Mini fridge， 我已经把我们带过来的东西全部塞满了。这就是我们这三天两夜，掉下来了。尴尬。这三天两夜要吃的所有东西，然后房东也很贴心，就给我们准备这个很天然的香皂，就是让你少用化学用品。
用它纯天然的肥皂来洗澡。那如果晚上你觉得外面很冷，或者是怕有虫子的话，你也可以坐在这边，就是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吃个早餐，烤个肉。晚上为什么要吃早餐呢？我一天早餐吃早餐，晚上吃烤肉。那做这种小木屋，就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有没有虫啊、蜘蛛啊、蛇，一定是会有，因为它就是在山林里面，纯天然的小木屋，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蛇毒的心理准备。我们现在要先去它附近的一个景点叫 Fisery Fall， 然后晚上我们要吃和牛，到时候再拍视频给大家看，拜拜。我发现天气太热或天气太冷来住小木屋都不是很好，天气太冷会冷死啊，天气太热的话很闷，因为它真的就是没有空调，只能吹风扇，快热死了。这个人已经躺下。哦，本来这个小木屋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很大的卖点就是它的房东是那个按摩师，就是如果你想要按摩的话，你可以跟他预约一次，好像大概是100多刀左右。然后因为我们订的是圣诞节期间嘛，他就是去玩了，所以就没有订上。但是大家来的话，如果想要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可以约他的按摩，应该也很不错。麻烦请给我一瓶牛奶花生。你要牛奶花生吗？牛奶。牛奶花生，请。你这是在巴厘岛度假是吗？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夏天的感觉。我发现我们好像每次旅游都很赶行程，然后现在突然来这种就是纯体验的酒店，突然有点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了。真的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澳洲的夏天，今年夏天来特别晚。今天我们来 Kangaroo Valley 就35度，真的好热好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它附近的这个景点 Fisery Fall， 我们家喜憨儿正在买停车票，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很可爱。演示一下怎么喝的。好喝吗？我看到它我鸡皮疙瘩起来，上天啊。我对你今天这一身 outfit 很满意，配上这个水壶简直100分。我们又来探索大自然美妙的景观了，这次看的是瀑布，在哪里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像孔雀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不是孔雀。已经回到那个小木屋了，然后想说带大家去看看它的周边环境。那这边风景真的超级美，但是我现在说话小声一点，因为旁边还有别的住户，不能吵到他们。刚刚还有一只别人家的小狗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超级美的。大老远看到我们回家，可能想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感觉是给人冥想还有休息看书的区域，应该是公共区域。所以它除了那个公共的泳池，然后这边有一大片很大的空地，不知道等一会儿会有多少人会跑出来，然后大概在下午的时候他们就会肚子饿出来觅食。所以等我在那边看到一些野生的袋鼠啊来吃的，这边真的非常推荐，就是如果你们想要远离城市然后来个周末的小旅途的话，非常推荐来这边放松。这边还有单杠可以健身。哦，又发现了一个公共区域，就是这边所有的租客可以一起来这边烤火，很酷哦。就是它这个住的地方，除了让你可以放松身心，然后还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就是它也把它弄成像一个 community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这边聊天啊、烤火啊、看星星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超级推荐。准备开吃烤肉。你这个到时候录起来就说独自录影，这个背影感觉不应该有我的存在。嗯，装逼模式开启，吃饭吃饭，洗饭哦，来吧，好绝啊，绝吧，你要可以拥有一张，来，一张就行，这里才有 feel 啊。我有没有跟这个大自然融为一体？有。我的专业摄影师在帮我拍照，大家知道我的照片都怎么来的吗？都是这位专业摄影师辛辛苦苦给我拍出来的。
好香啊，这会不会报警啊这里？还有没有可以放熟肉的盘子？有，你觉不觉得这里有一种露营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烤这个和牛啊？先吃一下猪，然后再看一下和牛的感觉，大家知道吗？先来，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变高级。好，和牛来，和牛来了，瞬间熟掉，可以吃，可以吃。哇，毁了！我只有在这种山林里面吃，好爽哦。大片的和牛，用和牛干杯，这个感觉很屌。你烤了吗？我都没肉吃了。动起来，动起来 ，Running。哎呦，有没有那个？这里没有。大厨的感觉。感觉反正就是。这地方都有啊。好漂亮。好爽，我感觉这个做烧不烧饼。会不会感受到从那种在口中红爆的感觉？来来来，卷起来！这个得屁一点。哦，我们没有带那个啥子啊？寿喜烧的酱。哦，这个应该用寿喜烧酱对不对？然后放那个生鸡蛋。先吃个原味的。哎，这个没有盐的。对，对，刚刚熟了吧？应该。感觉很嫩。好咬动吗？嗯。哇，你直接一片吃下去啊！嗯，有真实的感受吗？嗯，好咬不？好咬，嫩不？挺嫩的，但是没有到那么嫩。我不知道是你没有烤的问题还是怎样，应该是我烤的问题。但是很嫩，待会再给你烤一片啊。OK， 在滴油吗？嗯、哦，来一口，一口闷。是最佳代言人，露出了浮夸的表情，是金钱的味道吗？它这个油脂啊，没有到油到很离谱，它有嚼劲的。就是你每咬一口，感觉那个油都在你口中有不同的爆发的方式。让我深吸一口金钱的味道，等一下，我撒了盐的这一块。哦，晚上好凉快，我想到晚上在这洗澡，我就觉得好原始，啥都没得遮。走走走。哈这个应该超好受的。对吗？好吃吧？我觉得泡菜其实很提鲜肉的那个肉味，嗯，好吃又好爽。牛肉配泡菜紫米饭，看到了吗？好胖！哇！不是这么浮夸？这个油脂爆发吗？这好像是和牛正确的表现方式。OK， 我感觉现在咬一块肥猪肉，但是它又不是肥猪肉那种油腻感。超 Q 的，像那种鱿鱼的感觉，哇，超好吃！鱿鱼，绝了！我刚刚那个哇一尖叫声就已经表达了所有。嗯，是不是？是不是？我没有浮夸，这个超好吃。我这不应该夹泡菜，你就干生吃啊！我们要来体验野外泡澡，我感觉你这个灯很影响情调哎。有点太亮了。我们为了在这边户外烤火，去 Bunnings 买了两大袋木头，必须得用完。烤起来了，有一只飞蛾跑进去了，上演了现实版的飞蛾扑火。我可以烤烤我的脚吗？好热啊！不要不要，烫！喂，我不要，等下变猪蹄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泡芙吗？是泡。你知道为什么在吃泡芙吗？为什么？我女朋友都不给我吃饭，只有泡芙给我吃。她刚刚还在吃着和牛，我靠，好几盘和牛，我就只能吃泡芙。你是不是想上演那个抖音视频里面的那个女主啊？你演技太烂了，你拉倒吧你。她演技就挺好的。对啊，她演得浑然天成，哪像你？给我一个。谢谢你，陌生人。你家的这个烤火正挺成功的，它燃起来了，开始。它下面的那些干木头好燃。哇，越来越大了。这个，我感觉你搭的这个
方正好像让他的火没有办法集中在一块。鼓风机加持，这个火被吹得乱七八糟的。好了好了，可以了。你吹上瘾了是不是？你看，等一下我关掉它变超大。对，有。它变黑了，刚刚你知道整个这个地方都亮堂起来。大家早，今天晚上睡得还不错。就是我发现森林的小木屋虫子真的超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如果你害怕虫子的话，就是真的不要来了。哦，但是他们家的床还挺舒服，所以偶尔睡得还挺好。然后今天天气也很棒，但是依旧很高温。早上出来就可以呼吸这个山林里面的新鲜空气，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赞。我们今天的行程也没有很赶，就是可能在这边吃个早餐，然后中午开始吃火锅，趁天还亮的时候烤火，因为想说可以烤个棉花糖什么的。我还带了一个地瓜过来，想说可不可以在这边挖土烤地瓜。就是你有很多想要在这边完成的事情，你早上起来就是真的是被它这个丛林里面的鸟叫声，还有这个溪水的流水声叫醒。我现在要等鬼灵起床，然后我们在这边吃个厚片吐司，喝个咖啡。房东很贴心，要给我们准备这种防虫、防各种昆虫的喷雾。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但是还是喷一下吧。咖啡喝好，这种在大自然里泡咖啡，这感觉真的很像在外面露营，很棒。我们昨天晚上还有去用那个户外的泡澡池。真的非常非常推荐，果然就是大家在便便上的留言都说这个户外泡澡是这整个体验里面最棒的一个环境，因为你就是非常的回归原始，然后因为周围都是有树枝挡着嘛，所以意识性很强，就是真的完全释放自己，然后在那个星空下泡澡，因为那边没有任何的公园，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然后在那边放松一下自己。我会拿黑胡椒粉。这还没好，不能接。你确定不会乱掉一下三十几度的烈日，这是你想要的夏天不？我好想下水玩了，这里感觉像个秘境哦。再来探索我们住的地方上面的这个小溪边，但发现它的水不是很深，不过这边还蛮适合徒步的，然后这个地方又很美，而且很安静的，但是你可能只会听到小鸟啊、知了的声音，还有溪水流水的声音。好凉哦。这个人练走神练到山林来了，Hello， 大家，我们刚刚来这边看完这个秘境之后，就想说赶紧换衣服回家，然后来这边泡泡澡。
因为真的太热，今天就是应该要泡在水里的天气。终于在寒冷的堪培拉度过了大半年，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夏天的热浪啦！放水去，走过来啊！我在走。我感觉这一片池塘被你承包了。太浅了。溪中交蛙。这边完美小溪，其实它这边是一个小瀑布，非常的难走。嗨，美女，美女好玩吗？好玩，好玩，你看我这边过水，我就有看到吗？要水那边，那边老师的时间应该是很凉快，非常舒服，然后又高又凉。我们玩完水，准备回住的地方吃火锅啦。这个玩水的地方真的是100分推荐。如果你跟我一样超级喜欢游泳和玩水，我一定要来，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小溪，然后不只是可以玩水，你还可以泡到澡，然后还可以冲这个天然 SPA， 真的很适合在这个高温夏天游泳。我感觉我游完泳皮肤都变好了。我准备尝试烤番薯和烤鸡蛋。烤火最重要的当然少不了鼓风机。大到能买到的，在原地，我们来。
希望我们的焗烤番薯可以成功。好，不对的。看吗？这是什么？这是鸡蛋。我靠！蛋黄变黑了。这个就是在里面爆料，像茶叶蛋一样。对啊。都能吃，有破选能力，也不是不行。这是破掉的，哦，好香哦！我感觉煮出了茶叶蛋的味道，哎，好闷蛋。一只棒子是的，真的是做出了咸蛋黄的味道，超级无敌香。现在来开箱烤红薯，可是番薯要干干的才好吃。哇，好香！哇，这个颜色，哇，这个湿掉了，我感觉。哇，这个香气绝了，真的绝了。烤地瓜也很成功，虽然有水，但是它真的烤熟了。当当，很好吃的。我在想，是不是在那棵树、啊、这样子？不是这棵、个，在这里、啊。你看，你看，嗯、叮。哎，这里一个，你是在看啥小？他感觉很无辜。我不知道他想干嘛。对啊，他是在后看哪里有吃的吗？他在看我。对啊。你看我在闪他。嗨。他是睁着眼睛在睡觉。